个星超爆笑演出。还嘴型，嘴型我还。超漫画球员竟然大胆带球迷回家。进去你房间，怎么跑进去你家？你看你的女生，怎么？然后呢？住多久？住一天啊。帅哥来，我觉得你们就很难控制。吴彦祖来的时候谁在？哇，都被淘汰光了。啊，不是，你在？我也在。对不对？很夸张。对。你有跟他磨到鼻子或什么？有捏奶头。真的假的？有摸捏奶头。有摸。你刚刚这个法恐怕。你以为你在洗澡吗？水够热。等一下，你刚刚是什么？我刚刚这样啊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说我很瘦，我说没有，水够热洗手。重手法。对不起。好，不要讲那种色情的，都是你啦。什么？你说吴彦祖那让你很兴奋。对啊，那次很兴奋。所以接下来的帅哥是不一样。先问一下，平常有没有在看 SBL？ 有。最喜欢哪一个球员？来，哥哥。何守正。哦。哪行的哟？你喜欢他哪里？因为他功课好，然后一直关心他的学业。我想要跟他一样聪明。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他功课很好？上网查的。上网。因为何守正这个球员呢，是师大研究所，然后对父母亲相当孝顺。他的长相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聪明。他错了，何老师了。何老师。对啊，那还有谁？小白兔。哦、oh. ，就是他在球场上很冲很冲，然后就又帅又高，然后就是根本就是台湾的贝克汉。台湾的贝克汉，真的那对真的，对我来说，那你有比霸王花喜欢吗？据我所知，我们班的霸王花SBL 的金卡会员，厉害的，他成卡会员，他是白金卡的，你知道，就可以任意在 VIP 那边走动。我太难了，我排队，花钱，他穿松山加装，今天晚上7点我就在那边排队，他很疯狂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我要代表 SBL 联盟啊，感谢你这样支持，不管支持哪一队啊，你那时候去看田磊，你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我超爱达兴。达兴吗？对。可是据我所知，好像是林一辉挂的。对。你最喜欢是林一辉吗？嗯。还有谁？小旭。张世彦。哦。三分球很准确。注意他长相是不是？还有谁？妹妹。我喜欢林志杰。哦。嗯，因为他非常的厉害，而且很帅。嗯，真的。我有去看，而且我会觉得一开始我对篮球不熟悉，可是后来因为我去现场看才发觉，哎，篮球的魅力真的很大，会连我可能看不懂都会觉得哇，整个就融入那个情景。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生活？篮球？嗯，有没有？会开始觉得打篮球的男生其实很帅。丫头也是吗？丫头要补充吗？对，这点他真的是一只野兽，他那天把那人扛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就超 man 啊，为他疯狂。去年拿到把那个李学林扛起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还是好 man 哦。
你喜欢可以扛人的男人，是不是？你讲的什么 A 话？讲啊！但我是刚刚小杰先说他好想要被田磊抱，他刚刚私底下跟我说好希望田磊可以抱。现在是妹妹爆料时间吗？然后呢？那你刚刚讲的是希望林志杰怎么样？就还蛮想被他看的。哇！扛这个字恐怕解读来讲的话，不要有这种思想。哎，是我吗？是我的错吗？不是扛，不是抱。那这会翻到我头上来了。好好好。第二个呢，因为 SBL 已经告一段落，然后恭喜玉龙队拿到冠军。不过呢，在后续啊，就要注意我爱黑社会，因为我们把 SBO 最好的球星都会请到节目当中，所以今天就请到林志杰、田磊、周世源。感觉到很受欢迎了哈！啊，平常有没有在看《我爱黑社会》？有啊，有吗？有有。你觉得这个节目是什么？就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今日大来宾，打击对少侠田磊，荣获 SBL 连续三年年度最有价值球员，人气更是旺到不行。客套。有觉得让你很特别的一点吗？特别的一點。看球重点哦，看电视重点。其实我每次看到都是因为要听音乐的时候转到的，你少来听到你。然后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，如果有那种来宾来参加的话，就觉得很好看，是吗？那志杰呢？平常有在看吗？对啊，都有在看啊。啊，觉得他们都很活泼，很可爱啊。第二位大来宾就是台北队这种灵魂人物野兽林志杰，爆发力一人一的他，可是 SBL 得分王哦。谢谢。有没有特别欣赏哪一种类型的女孩？不好意思说哎。哪一种？说刷刷刷刷刷，像都刚好还蛮可爱的。丫头，哎，丫头，他点到你怎么办？扛一下。自己的厉害。对，他点到你，然后你觉得现在心里怎么样？很开心，嗯，而且那个关键赛的时候我有哭，啊，哭的原因是就觉得很可惜。其实我们，哎，不是我们啊，其实台啤很厉害，真的。把你算在台啤里面，其实我们要怪到怪周世渊，你害人家哭，我不该来吧？是。第三位大来宾，优质射手仲世源，拥有全方位身手的他，可是玉龙队夺冠大功臣哦。哎，世源，我平常有没有在看？有啊，其实也是像前一样转音乐台，然后就不小心看到，是吧？可爱可爱。刚刚是小勋呐，小勋说很喜欢你三分球嘛，哈哈，对。然后你有想要对他怎么样吗？没有，不敢奢求太多。那我们丫头这样要求的话 ，OK 吗？